咁如果問短少少，你覺得恆指即近日個走勢都26,000點都上上落落都一段時間啦、嗯。你覺得啊嚟緊星期五啦，特別比較多業績啦，之後嘅話向上嘅機會大啲定向下嘅機會大啲啦？嗱咁就我自己本身就覺得第四季個港股會係做翻好啲啦。係啊，咁的而且確你話呢三四個禮拜咧，個指數都由23,000幾啦，啊升到去23,681啦，係啦，26,000零啦。咁啊大大話話都升咗成2,000零點嘅，嗱去到呢啲位置就比較尷尬嘅，或者我覺得又唔會話點樣大跌，咁但係都可能需要多少少嘅時間做翻個整固啊，做翻一啲回吐啦，咁先可以再有力係向上衝破26,500至26,800呢一個阻力區啦。啊，咁所以你問我，我覺得整體個市咧都仲係可能向上機會會大少少，咁但係短線嚟講咧都有機會喺翻25,800啊至到26,300呢啲位置咧，做翻多少少嘅整固先咯。